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比赛的一个场地，就是经过这个从下坡一直到这个大回环，就是风火轮再出来。狗狗，你选了你的车车啦？对。你选了什么车？这个车车。这个车车是什么颜色？啥油。绿色车车是不是？绿色。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车车？蓝色车车。嗯 ，Good job，OK。妹妹，你选了什么车车？这个。这个什么车车？红色、白色。那白色。白色跟红色车车是不是？给我看一下，放在地上给我看一下。两个车车，一个是红色车车，一个是白色车车。这两个车车是代表妈妈的。一个是深蓝色，一个是蝙蝠侠的车车。OK， 现在哥哥是第一个赛道，妹妹是第二个赛道，爸爸是第三个赛道，妈妈是第四个赛道。Are you guys ready？ 三，一，二，三 ，Go！ 哦，好。第一个 round， 哥哥跟妹妹赢了。哥哥是 number one， 妹妹是 number two。OK， second round， 接着是哥哥也是第一个，妹妹第二个，爸爸第三个，妈妈第四个。OK， 你们准备好没有？好。等一下。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好。第二轮的比赛，冠军是爸爸的白色车跟哥哥的绿色车。妹妹也笑得这么可爱，你的头发好像颠簸。OK。OK， 刚经过两轮的比赛之后呢，我们现在剩下四位参赛者，是不是参赛者？参赛者。啊、，OK， 好。第一名是哥哥的 first round， OK， 第二名是妹妹的 first round， 第三名是爸爸的 second round， 第四名是哥哥的 second round。这是我的哥哥。哥哥有两个车车，妈妈的全部都输掉了。哦。妹妹还有一个，爸爸还有一个，看看谁赢哈。OK， are you guys ready？ Yeah。OK。开始吧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四。哦，我们的胜利者是谁？经过，因为刚刚太过激烈，所以看了很久的那个回播才知道是谁赢，就知道原来是妹妹拿第一。妹妹拿第一哦 ，show off 你的车车。你的车车是哪一个？给我看一下。这个不是。Good job。